宫廷秘史，我是月心。 当地时间一月二日，英国《每日邮报》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则颇令人惊讶的消息：九十四岁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仅花两秒钟就拒绝了她的孙子哈里王子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活动。说这条消息令人惊讶，是由于此前女王从未有任何公开的举动，明确地站在她的孙子与孙媳梅根·马克尔的对立面。 女王永远是得体的，表示着，无论如何，她都支持孙子孙媳。但从这则消息上透露的信息来看，女王或许有着菩萨心肠，但也的确有霹雳手段，必要时女王不会心软手软。每年的十月十一日是英国的阵亡战士纪念日。 这是一个专门为了哀悼一级及二战死难军人设立的国家烈日公祭日。哈里身为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员，挺重视这个日子的。自从二十五岁起，每年这一天他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不仅是他，英国皇室成员、政界人士及退役军人都会前往伦敦和平纪念碑，为在一战及二战期间阵亡的英国及盟国军人敬献花圈。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尽管当时英国的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中，英国王室成员及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等依然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带领下举行了小型纪念活动。 他们在伦敦纪念碑前向烈士敬献花圈。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由于当天佩戴了女王祖母的首饰而得到媒体的赞许。当天旅居美国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王子与梅根来到洛杉矶国家公墓，此地长眠的战士中有两位来自英联邦国家加拿大与澳大利亚。 哈利与梅根将自家一亿元豪宅里采来的鲜花摆放在两位战士的墓前，梅根夫妇请来时尚摄影师李摩根。 对他们全程跟拍。次日，哈利梅根扫墓的身影就登上了全球媒体。据《泰晤士报》报道，哈利王子在军中服役十年，他对于这一纪念活动极为重视。原本想要回英国参加活动，甚至已经花了一千英镑（约合九千元人民币）订购花圈。但白金汉宫称，哈利王子已经不是王室高级成员，不能参加这一活动，拒绝了哈利王子。 据一月二日《每日邮报》头版头条报道，《泰晤士报》当时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呢，不是还白金汉公未经女王许可做此主张，而是女王本人做出了这一决定。她亲自禁止了哈利王子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碑前的活动，且只花了两秒钟。 毕竟她，他伊丽莎白二世才是王室的负责人。他坚定地认为，在王室的职责里，你不能挑三拣四，要么你一直是这样的身份，要么彻底地当一个局外人。这几个月来，因为疫情被隔离在温莎的女王，更加冷静且态度坚定地看清了哈利和梅根的想法：他们既想在洛杉矶积累财富，又想在英国兼职当王室成员。 但是女王在离开前就告知过他们二人，是你们为君主制工作，而不是君主制为你们工作。对于二人从别处获得的高额酬劳，女王也深知这背后肯定不简单。一个不为王室工作的人，却轻轻松松拿到 Spotify 几百万英镑的报酬。她已经把对孙子的爱和孙子的言行对王室造成的损害看得十分清楚。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阵亡将士纪念日对女王来说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跟这个日子有关的所有安排都要让女王知道，不存在白金汉宫会擅作主张的情形。这位消息人士说，有的人认为白金汉宫对哈里的反应显得太小气，但这是女王的决定。 女王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明确。另一位消息人士说，女王肯定哈利在军内外取得的成就，但哈利提出这个请求，表示他还不明白，如果不做高级王室成员的话，这意味着什么。 女王认为，涉及到王室的事，你不能随意选择你要做的什么事，你或者加入，或者退出，不能退出又参加重要活动。梅根的确是话题女王。进入二零二一年，梅根与哈利王子启动了他们的 actual 慈善基金会，他们在官方网站上贴出了已经戴安娜王妃将小哈利举在头顶的照片。 网站首页上写着：“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是我们儿子的母亲。”两句话的主语分别是哈利王子和梅根，但深爱儿子的查尔斯王子没有被提及。大家知道，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此前，哥哥威廉一直很关注、在乎自己唯一的弟弟，但是两人的感情在梅根的到来之后破裂了。 结婚后很快就分家，然后是哈利离开了这个王室大家庭。老父亲在过去的一年尽了全部的努力来维持这个家仅剩不多的和谐。中间他和威廉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丝毫不影响哈利在美国搞事情的节奏。威廉对弟弟哈利决定离开这个家的感触很深，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深爱的兄弟，还是一个他所期待的人。当他成为国王时。 他将会和哈里并肩站在一起，分担王室的责任。但现在他只能和七十二岁的父亲查尔斯联起手来，增强团队合作，来度过这次疫情风波。知情人称，其实威廉和查尔斯的关系挺复杂的，再加上疫情导致民众的收入锐减，王室成员都有一种危机感。 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好的表率，才能减少部分民众升起的对君主制的抵抗情绪。但是他们当中明显出现了叛徒，这个哈利王子，哎，过去的一年里啊，真的是一言难尽。接下来是为何安妮公主比兄弟更受宠。 为什么她才是英国女王最满意的继承人？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和哥哥相比，安妮公主活得更加的轻松自在。懦弱的查尔斯王子更像是一个阿斗太子，所以菲利佩亲王将查尔斯王子送往一所严苛的寄宿学校锻炼。在那里有着十分寒冷的天气，但是这个学校为了锻炼学生的身体，却要求学生开窗入睡。 根据查尔斯王子在这一所学校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是，娇生惯养的查尔斯王子成为了同学嘲讽与排挤的对象。备受宠爱的安妮公主在上大学时被母亲带到世界各地访问，这期间她见到了各国的元首。虽然英国人敬佩的是，安妮公主遭遇绑架还能从容不迫与绑匪交谈，并趁绑匪疏忽大意逃走。 虽然这件事情对安妮公主造成了创伤，但是安妮公主只会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慢慢消化。和他的兄弟相比，安妮公主更加的大胆自信。这些词语是无法用在查尔斯王子或者安德鲁王子，亦或者爱德华王子的身上。安妮公主可能不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但是她却是一个温暖的人。英国人都喜欢安妮公主身上所透露出来的耿直与帅气。 安德鲁王子是女王的宠儿，但是他行为更像是一个被宠坏顽固子弟。安德鲁近期陷入性丑闻当中，而他的名声也早已臭名远扬，这让他的父母对他大失所望。在这个家庭里，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的缺憾，唯独只有安妮公主能够尽心尽职地做好每一份王室职责。 除了哥哥查尔斯王子之外，安妮公主是工作量最多的人，而安妮公主也是被评为和父亲菲利普王子最为相像的人，所以她也是菲利普亲王最宠爱的孩子。但是最终登上王位的人是查尔斯王子，而非安妮公主，这是法律所决定的事情。假若伊丽莎白二世有权选择自己的继承者，她很有可能会选择自己的女儿登上王位。